在使用视觉的高端检测机器中，图像采集卡负责捕获图像时，除相机本身外，还需要与许多外部设备同步，比如运动或灯光控制器。对这些系统进行调试，往往需要复杂的设备，比如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这些都需要与软件探查器一起使用。而使用最新相机时，这个问题会变得更加突出，因为这些相机允许的帧速极快，达到几百甚至几千帧每秒。Ursys 出品的 Memento 事件日志记录系统旨在简化这一过程。在 CoaxLink 卡的工作期间， Memento 能记录下与相机、图像采集卡及其驱动程序以及主机应用程序相关的非常详细的事件日志，诸如驱动程序函数调用、回调、图像采集卡接收的触发信号、发送到灯光控制器的闪控信号、相机控制信号等都会被记录下来，并伴随精确的时间戳以及详细的上下文信息。然后 Memento 事件查看器能够显示这些事件的列表及相关的时间戳和有用的上下文信息，还有以时间线提供图形化的时间概览，可以选择不同级别的详细程度，可以对列表中的事件进行筛选、强调和搜索。 Memento 提供在应用程序开发和调试以及系统运行期间的协助。在应用程序开发和调试期间， Memento 帮助开发人员了解机器的行为，找到错过触发信号或丢失图像的精确原因。 Memento 在机器运行过程中也非常有用，它在后台运行并保存日志，在发生机器故障时将日志发送到支持团队。 Memento 需要依赖 CoaxLink 卡驱动程序内建的软件资源以及 CoaxLink 卡的硬件资源。 Memento 的设计极为高效，其所需的 CPU 负载极低，属于非侵入式。今天就可获取由 Ursys 出品的 Memento 事件日志记录系统，它可以与新的 CoaxLink 卡一起使用。更多信息请查看我们的网站 www.ursys.com。